通常冬天是心血管疾病好发的季节，那所以请就是过去有这个三高病史或抽烟史的这个民众，在这个冬天的季节要更小心自己平常在运动、在做日常生活、在做劳力工作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胸闷、胸痛、呼吸困难的异常的症状？如果有这些情形，要提高警觉，要及早到心脏内科的门诊就医，请医师做进一步的评估或治疗。否则就是如果等到心肌梗塞发病发作，很多时候常常都是为时已晚，那就要造成很多的遗憾。像这位病人的话，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会觉得很幸运，因为在第一时间发病在医疗院所，所以我们有所有的第一时间的医护人员能够把他立即的抢救回来。那么否则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在院外，就是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太晚，那这个时候要抢救时间都已经来不及。所以预防胜于治疗，在这些高危险的族群，希望说大家能够提高警觉，尽早的来做及早做检查以及及早做治疗。